就得是谁煮的。哎呦，这种实力，我跟你这算是真的。吃腻了？那吃炭火烤的。大街上有的是。那捞汁的？上周刚吃完。我跟你吵一下行不行？我姐特意交代的，你就说行不行吧。我丢，不早说，给我。阳春三月，万物复苏，就是得来点这个。就知道吃，你姐呢？我没说她要来啊。你个丑八怪！